四人满编队，糟糕，竟然跳到狼窝里了。叮叮叮，情况有点不妙，这个家伙手里有枪，不好，一号被击倒了。二号竟然也倒了。Oh no！ 不能再耽搁下去了，必须得尽快找把枪。叮叮叮，慢着，有脚步声，六发子弹干掉你足够了。阿卡步枪，不错不错，终于发财了。小样，竟敢伤害我的队友，这个仇必须得报。三号呢？看到了，就在前面，坚持一下，这就去跟你会合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落地不到一分钟，三名队友竟然集体阵亡。哎，这克队友的罪名还真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。看样子对方至少还有三个，现在的装备可以说是一穷二白，强行硬刚绝对是输多赢少。美女不吃眼前亏，还是先转移阵地吧。小样，别嚣张，青山不改绿水长流，有本事咱们走着瞧。这份血海深仇必须得让你们血债血偿。哼！有枪声，没错，就在高大的老窝。人无横财不富，马无夜草不肥，既然咱们这么有缘，是时候送上诚挚而友善的问候了。奇怪，这个名字怎么有点眼熟？还击，记起来了，就是这个家伙干掉了一号，不得不说，真是冤家路窄呀。既然如此，报仇的时候到了。K.O. 此时此刻，战场上的对手仅剩十几个，这里的位置还处于安全区中央，正是一个签收快递的好地方。蹦蹦车，哎呀，话音还未落下，竟然就已经上门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接受我五星级的好评吧。慢着，还有枪声，一是没注意，竟然落了一个空投。签收快递容易手酸，还是钓鱼比较悠闲，更何况鱼儿们已经打起来了，善良如我，还是帮他们拉个偏架吧。不错不错，这人已经没有了意见，只要再说服对面的家伙，这场争端就会彻底解决。为了和平，我愿竭尽全力。嗯，什么情况？一是没留意，竟然已经刷圈了。没事没事，距离安全区仅仅200多米，30多秒的时间绝对足够了。只是拉偏架的工作没有最终完成，不得不说，还真是有点小遗憾。好险好险，幸亏及时刹住了车。慢着，好像有点不对，倒计时竟然只剩不到10秒。糟糕！距离也变成了600多米，倒霉的二次刷圈，这下可真的有点麻烦了。天妒英才呀，对手只剩8个而已，竟然就这样结束了。哎，我这该死的运气呀。我是杰西，我还会再回来的。